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克西，欢迎来到马克西说澳洲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拍一个短视频啊，看一套呢，在墨尔本最大的华人区博士山 Box Hill 的楼王啊，叫做 Sky One。我们今天看的一套呢，是两房两卫一车位啊。整体来讲呢，这套公寓的面积还是非常宽敞的，有70多平米。那这边呢，还可以作为一个工作角来摆放。整体来讲呢，项目的品质是非常高的，可以说是华人区的一个顶配公寓啊，最高的一个配置了。整栋楼呢有36层高，整体的这个设计啊，各方面都是比较高端的。开发商呢叫做 Golden Age， 这个开发商呢在墨尔本也开发了10多年啊，有多个开发项目。那这个房子呢是一个两房两卫。那我们走入客厅呢，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正北的户型，带阳台的，朝正北，所以呢整体来讲光线是非常好的。我现在拍摄的时间呢是下午的4:30-5:00左右，可以看到呢依旧是光线非常的敞亮。这个是其中一间卧室啊，相对较小，另外一间呢是主卧，面积呢会更大一些。另外呢还要提一点啊，就是 Sky One 这个项目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点，就是呢它这边的这个 storage 啊，我们说储藏间啊，它不是放在车位的位置，它呢是直接放在楼层内的，所以这样一来呢，平时啊储物就非常非常的方便，这个设计呢也是非常贴心的。那从这间主卧呢可以直接走到阳台啊，这间主卧呢是带套间的，现在放的是一个 queen size 的尺寸的床，所以可以看到呢这个卧室面积啊还是可圈可点的。好的，这套房子呢就简单拍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呢您在澳洲墨尔本有套房子，欢迎私信和我联系进行免费估价。